亚宝，今天是端午节呀，人家都发红包啥的，你也不能发，那你有没有礼物送啊？端午节你也得表示一下子给家人们。亚宝表示啥去了？丫头，啊？啊，你有粽子呀？你有粽子送啊？可也行，那行，没事，那就送个粽子吧，不能发红包。行，送个粽子也行。我宝怎么那么可爱呀？啊，还有东西送吗？哎呀，我宝怎么这么好？今天赵小扣一点都没抠是吗？你还啥去了，宝宝？啊，端午节还有鸡蛋，还送鸡蛋，也真像样。谢谢宝贝。鸭宝，你在睡觉吗？我在卫生间，你帮我起来拿个面膜，宝宝，然后你给我送过来啊。